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同大家去思考一个题目，叫做宽恕或者饶恕。饶恕对你嚟讲难唔难啊？我记得曾经有朋友同我讲过，好多嘢咧要喺心里边，能够咧去慢慢时间过咗，冇咁多愤怒，但系可能有啲嘢冇办法饶恕。 甚至有朋友同我講，牧師其實我覺得基督教都好噶，我都想信耶穌噶，我都會翻教會聽下道理都唔錯噶。不過呢，如果信仰話俾我知要去謠恕某啲人某啲事呢，對唔住，我唯有另一另頭咁離開。謠恕嘅功課呢，可能係一世嘅功課。對好多人嚟講，人越大，經歷好多，甚至經歷更多，可能被傷害嘅時候，所以。 描述嘅功課係越嚟越難去學嘅，好多人以為咧，作為信徒啦，翻到教會啦，我哋應該即係對我哋嘅生活嘅行行事為人啦、道德行為等等啦，就要求會多一啲嘅，係咪？翻教會、哦，有冇咁嘅人話過你呢？你翻教會嘅、哦，你應該咁咁咁咁咁嚇，你翻教會嘅、哦，你應該咁咁咁，可能咧有啲係道德啦、生活啦、唔同嘅描述或者咧一啲嘅期望嚇。 有人會咁諗嘅喎，有人會捉住我，牧師牧師，你應該咁咁咁喎，咁嚇。當然佢嘅道德期望可能同我嘅生活有唔同嘅狀態啦，咁樣呢一啲呢，係當然我我我觉覺得作為基督徒或者我哋作為認識信仰嘅人，一定係應該要求自己高啲，因為呢個信仰裏面俾一啲嘅價值但係有時就成為好大嘅壓力，甚至好多人覺得呢個係成為一障礙，我哋唔敢向前呢段經文今日嘅方书書記好有趣嘅地方 方音書嘅記載就係講緊一位嘅叫做彼得嘅朋友，唔知你熟唔熟悉？翻去教會嘅你會知道噶啦。彼得係耶穌一個好重要嘅門徒啊，甚至有時成日講咧呢個係門徒之中嘅首領嚟嘅，因為咧佢成日都出聲先嘅。同樣咧佢都比較衝動。我哋咧先再睇一睇呢段經文裏面，究竟耶穌同彼得嘅對話當中或者教導當中點樣提到關於饒恕嘅功課咧？咁樣你可以咧打開翻頭先嘅聖經啊，又或者聽我去讀馬太方第十八章。 咁样讲噶，你细味一下，你尽入一下当时嘅场景。当时彼得就向前嚟同耶稣话：，主啊，我嘅弟兄得罪我，我应当饶恕佢几多次咧？七次可唔可以啊？够唔够啊？耶稣就话啦：，我同你讲唔系七次啊，系七十个七次。天国就好似一个王要同佢嘅仆人算账。啱啱算嘅时候，有一个人带咗一个欠一千万银子嘅嚟。 因為佢冇乜嘢可以去償還，主人就吩咐將佢同埋佢嘅妻子、兒女一切所有嘅都賣咗去還啦。嗰、那個僕人就苦服咁去拜呢位嘅主人，就話啦：主啊，寬容我啦，將來我要還清㗎。嗰、那個僕人嘅主人就動咗慈心，將佢釋放咗啦，並且咧免咗佢嘅債。嗰、那個僕人一出嚟就見到一個佢嘅同伴爭佢十兩銀，就捉住佢、抽住佢、捏住佢嘅喉嚨就話啦。 你将所争嘅嘢还晒我啦！佢嗰仆人就苦苦咁哀求话啦：宽容我啦，将来我必还清嘅。佢唔肯喎，竟然将佢咧收落监里边，等佢还清所有欠嘅债。众同伴睇见佢咗咁嘅事，就觉得忧愁，就去话俾个主人知道。于是主人主人就叫咗嗰个仆人嚟同佢讲：你呢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将你所欠嘅都免嘅。你唔系应当。 连叔你嘅同伴，好似我连叔你咁样咩？主人就大嬲，将佢交俾刑绝刑掌刑嘅，等佢还清所欠嘅债。你哋各人如果唔系从心里边饶恕你嘅弟兄，我嘅父亦都系咁样待你哋。呢段经文好有趣，一开始你会发现彼得走去耶稣嗰度问咗一个问题啊！呢、这个问题唔知你信仰当中有冇问过上帝？彼得问耶稣话：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我應該饒恕佢幾多次咧？咁樣，應當饒恕佢幾多次呢、这個問題係好獨特嘅問題嚟噶。啊，首先我哋要要要解構一下裏邊嘅內容，究竟討論咗啲咩先？佢俾一個提議耶稣的，他说耶穌嘅佢話耶穌七次救唔夠啊，咁樣好有趣嘅喎。其實點解會俾咁嘅提議嘅咧？係咪啊，饒恕幾多次咁咪等耶穌答咯？係咪有人你問啊，應該點啊？呢、这個人得罪我喎，我應該即係俾幾多次機會佢啊？咁。 咁咪就答咯，哦，一次、兩次、三次、五次都好啦。咁，但係彼得喺呢一度咧，先自己提咗一個嘅建議，七次夠唔夠啊？咁樣當然呢度咧就冇咩語氣啦。七呢個字咧，如果大家熟悉聖經咧，七係一個好獨特嘅數字嚟嘅。由創世紀開始，聖經裏面講我哋主上帝用六日創造天地，第七日安息，七日變成一個嘅循環。由我哋今時今日都係一個星期七天嚇。咁啊，聖經一路落嚟咧，見到好多七字出現嘅，去到啟示錄登台都仲有七嘅。 代表住咧嗰個嘅完美嘅數字，代表住一個嘅完結或者一個循環呢、这個嘅描述。當彼得同耶穌講七次夠未啊咁，可能彼得嘅態度同語氣就係、是、呢：「嗱我覺得七次好勁㗎啦，好完整㗎啦，好完滿㗎啦。咁佢得罪我，我我去做好人，我饒恕佢七次，我幾好，我幾唔錯，我知道嗱耶穌你教我要寬恕人㗎嘛，我學到啦，所以我就饒恕佢七次啦，夠未啊？係咪得啊？ 可能彼得心里边就等紧耶稣赞佢，啊真系好啦，你真系识啦，系咪咁完美咁原本咁去宽恕，诶去宽恕七次就好啦咁样。呢、这个可能就系彼得心里边暗暗期望耶稣嘅回应吓。可能我哋咧去到主面前问呢个问题咧，俾个建议咧，可能你都唔敢讲七次嘅，一次都饶恕唔到啦。诶最多最多两次，系咪？第三次就唔会听噶啦，唔会再理噶啦。 当新闻彼得期望呢一、这个七次系得到耶稣嘅赞赏，或者得到耶稣正面嘅回应嘅时候，耶稣嘅答案系咩呢？我同你讲唔系七次，系七十个七次啊！七十个七次系咩意思呢？咁样，耶稣呢个答案唔系数学题嚟噶，七十个七次咁咪乘咯，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系咪？我哋都识计呢个数字啦。跟住攞本簿记住，你得罪我一次、两次，系啦，四百九十，哦，四百九十亿元，下次得罪我唔宽恕你咁样，唔系。 如果係耶穌就唔會咁講啦，係咪？如果係呢，下邊嗰個比喻就唔會出現啦。有好多假英家學者佢嘅學者講呢度七十個七係咩意思呢？究竟係七乘七十啊，定係七十呢？其實唔係好重要㗎，最重要就係耶穌其實喺度講緊你話七次咩？七十個七次就差唔多啦。嗱，其實係呢個態度啊，唔係叫你真係數住嗱，唔好因為聽完今日篇到之後，翻去呢，攞本簿數住呢個人得咗幾多次，去到四百九十就唔再饒恕佢。唔係啊！ 耶稣讲：你以为七次就好完被斗赞赏咩？七十个七次就差唔多啦，咁样，即系其实系无限咁多次咁解咯，即系唔好数咯，唔应该数咯，应该无限咁宽恕咯。点解啊？耶稣讲咗个比喻啊，跟住耶稣有个比喻去解释点解系七十个七次，点解唔系净系数住佢七次，而系一个数唔到嘅七十个七次啊？呢、这个比喻讲啲咩呢？嗱，我哋留意下呢个比喻。耶稣讲呢个比喻话有个王啊嘛。 呢個王咧同佢個仆人算帳，嗱、这、呢個好有趣噶。王同仆人算帳呢個描述咧，好獨特噶。大家唔好以為好普通嘅事啊嚇。我哋個王幾時會同我哋算帳啊？有一日我哋翻天家嘅時候就會算帳啊。記住啦，當佢算帳嘅時候，呢、这個故事裏面講咧，就有個人爭佢一千萬銀子，咁佢冇嘢好還喎，咁點啊？咁啊爭人錢，梗係要還啦。咁咪要將佢嘅妻子兒女。 所有一切嘅賣晒佢，即係佢擁有所有嘅一切，無論係家當，甚至係佢嘅家人，因為當時即係家人都係佢嘅即係財產咁嘅理解啦，就賣晒佢嚟還啦咁樣。嗰、那個仆人就苦伏喺呢個主人面前就講主啊，寬容我，將來我要還清。咁就跟住就寬容咗佢啦。呢、這個仆人就動咗慈心，寬容咗佢啦。後面再講呢，跟住佢又去呢、這個仆人就再見到個人爭佢十兩，佢就冇寬容佢嘛。 最後捉咗佢入咗監牢。好啦，那個故事一開始我先想講個結尾，好有趣嘅。那個結尾就係講緊呢個主人就翻去叫翻啲个仆人話：你惡奴才，你求我就免你。點解你唔憐憫你個同伴啊？唔係應該咁做咩？就捉咗佢，就要佢還清債啊嘛，追討翻轉頭啊嘛。第一個反應就係、是、你諗：喂，呢、這個王之前咪咪咪寬恕咗佢咯，係咪？咁後邊做乜又又秋後算帳啊？咪寬恕咗佢㗎啦嘛。 完咗噶咯喎！呢、这個王係寬恕咗佢喎，完咗個佢嘅債已經全部被寬恕、被赦免噶咯喎。咁點解後邊呢個王又會捉翻佢、追問翻佢嘅債，並且真係要擺佢喺嗰個即係、就是、困住佢，令佢還清為止咧？咁樣可能你會覺得呢個王都唔係好合理啫，係咪？你都寬恕咗我啦嘛，我點做？即係關你咩事咧？咁樣係咪？

落喺边一度呢？嗬，佢落喺边一度呢？最后呢个判词当中，三十二节，主人对呢个恶奴才嘅判词话：，你呢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嘅都免了。你唔系应当连率你嘅同伴，好似我连率你嘅咩？原来系一个应当呢，喺呢个描述里边嘅，原来当呢一个仆人去接受呢个主人嘅赦免嘅时候，佢应当有啲嘢冇做。 係因為佢冇做呢啲應當嘅事情，結果佢之前被赦免嘅就唔算數，唔可以赦免。啊、嗯！呢段經文其實講緊呢個邏輯啊，應當係啲咩咧？咁第一時間一定會諗起，每次我哋崇拜當同大家去禱告之後，我哋會背主禱文嘅係咪啊？你都應該識背㗎啦。我見到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係背嘅。主禱文當中有一句説話，我哋咁樣講㗎嘛：免我們嘅債，如同我們每啲人嘅債。 呢个如同系咩意思呢？「如同究竟是一个即系因果关系定一个换取嘅关系呢？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啲乜嘢？有啲弟兄姊妹以为如同免了人嘅债系一个换取嘅关系啦，我去免人嘅债，咁上帝就会宽恕我啦。嗱呢个描述唔完全正确嘅，听清楚啲啊！有啲人以为我要免咗人哋嘅债，上帝就会宽恕我啦、这个，因为你觉得我做咗啲嘢去换取到上帝嘅宽恕，我做好人。 上帝就會祝福我啦！我、哦、哋會咁樣描述㗎喎，啊你乖啊啲父母都係咁碎細路噶嘛，你乖我就獎你咁樣，咁即係引申就係、是、你曳我就唔獎你啦吓，都係嘅可以咁做嘅。不過父母對仔女就係、是、你乖同唔乖我都愛你，聽唔聽得明呢句说話？可能你對仔女你覺得你乖我咪獎你咯，係啦你曳我罰你呢、这個係教導係獎罰，但係無論佢乖同唔乖你都愛佢噶。當然啦，佢唔乖嘅時候你愛就用教導嘅方式咯。 正如呢段經文裏面講，其實當我哋免我哋嘅債，如同我们免個人嘅債嘅主討問；又或者今日呢段經課裏面講，我哋應當样做。呢、这個應當唔係換取啊，唔係你做咗啲嘢就可以換取到上帝嘅恩典啊！嗱，我好乖㗎，我寬恕咗十個人上帝你都寬恕我了我哋將呢個邏輯有時掉轉咗啊！請緊記《看一書》四章十九節这樣講嘅，我哋愛係因為上帝先愛我哋。 我哋爱系因为上帝先爱我哋，所以唔系我哋做咗啲乜去换取。我成日都同弟兄会分享嘅，信仰里边冇嘢系换取嘅。呢、这个世界讲好多价值，讲好多咩等价交换，有性价比又好，我哋好中意换用啲价值去换一啲嘢翻嚟啊！信仰从来都唔系换取，唔系代表你做几多好事。 就得到上帝嘅讚賞、欣賞，所以上帝就搬恕你啦，上帝就祝福你啦。唔係，係上帝先愛、先祝福、先將救恩、先將赦罪臨到我哋當中，因此我哋就如同上帝咁憐憫人，去憐憫我哋身邊嘅人。所以個因果係一定係由上帝呢個恩開始先，係因為上帝無私嘅愛同憐憫，所以我哋就要咁樣去學習。記得羅馬書五章八節。 唯有基督喺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上帝嘅爱就在此向我哋显明。所以耶稣基督为我哋献身嘅时候，唔系我哋好好去换取，唔系我哋好叻做啲咩好事、好好行为，所以换取救恩，而系当我哋仲系罪人嘅时候，基督就为我哋死。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嚟到教会或者嚟到信面前，常常都好多嘅挣扎、疑惑，就系、是、我做得唔好啊，好多嘢，我唔配得到呢个救恩啊。 我咧冇辦法去處理某啲事情，我有啲嘅壞習慣，我有啲嘅唔好嘅生活，我我放唔低啊！原來信仰翻到信仰裏面，我要放低呢啲，我放唔低，所以我冇辦法放低，我就冇辦法承擔信仰。呢、这個嘅描述概念背後其實一個好大嘅嘅謬誤，就係、是、我哋以為有啲可以換翻嚟嘅。我哋有有有啲嘢我哋做得好呢，我哋就可以得到獲取到噶啦。生命裏面有啲嘢係嘅，你俾心機讀書，可能你尽力你可以咧攞到好啲嘅成績。 你對人好啲，可能咧有啲人咧又會對你好啲，呢啲都係其中一啲可能不過信仰裏面我哋從來都唔會發生，因為我哋係罪人，點解努力都冇辦法拯救到自己。呢、这個係最核心嘅問題。我哋冇辦法靠自己能夠去得到拯救，所以基督教信仰好清晰，我哋嘅拯救係由上帝而嚟。所以第一樣就係要謙卑去到面前講：主要可憐我；主啊，憐憫我；主啊，幫助我。呢、这個先至係信仰嘅開始。 所以可能你有好多嘅坏习惯，好多嘅难处阻碍你，你觉得我唔配做基督徒？啱啦，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唔配噶，我哋每一个都系罪人。不过只要你肯愿意接受，肯去到主嘅面前，你蒙恩嘅罪人，唔系我哋配，系因为上帝嘅恩典啫。记住呢句说话，系上帝主动先爱我哋，上帝先爱我哋，佢主动为我哋预备咗赦罪嘅恩典。呢段经文里面讲得好清楚，就系、是、上帝先去呢、這个主人先去赦免。 呢個嘅仆人，呢、这個卸罪嘅恩典係上帝預備咗嘅，不過你要接受。乜嘢照接受呢？接受唔係就係坐喺度，哦，你赦咗我最好，多謝，咁就完咗。我哋要直接受就要回應，圣经里边描述嘅字眼叫做认罪要悔改啊！大家記唔記得喺六一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嗰、那个比喻啊？当浪子咧好惨好辛苦嘅时候，佢谂起佢爸爸，仲有即系生活，仲有啲故工。 不如佢翻去嘅时候，佢就咁同自己讲噶嘛，有个台词嘅预备就系父，即系就是、就,就心里边描述啦。我要同咧我嘅爸爸讲，父亲，我得罪咗天又得罪咗你，从今以后唔配做你儿子啦，俾我做一个故宫啦，我帮你打工啦咁样。承认我哋嘅过失，立志要改变呢个嘅行为，先至系真实、完全、完整、真诚嘅悔改。悔改唔系坐喺度好啦，诶，我、呃、多谢主，诶、呃，赦免我悔改完咗。 呢個係第一步，你去承認你嘅過失，你去認你有錯，呢、这個係第一步。但係聖經裏邊用嘅字係悔改啊，悔之後要去改過嘅。呢、这個改過就係你要接受整個嘅罪罪嘅救恩。呢、这個社罪罪嘅救恩唔係淨係坐喺度接受就完咗嘅，而係當你接受嘅時候，你要接受埋上帝整個呢一個社罪罪嘅救恩嘅整個嘅概念，就係、是、要憐憫，要愛。 所以你嘅认罪，你要悔改，你要立志去改变你嘅行为方式。你承认你嘅过失，你立志改变你嘅行为方式，先至系真实接受呢个嘅悔改。听清楚呢句说话，真实接受呢个悔改系要包括埋你承认你自己过失，并且立志去改变你嘅行为。所以喺呢段经文里边，呢、這个嘅比喻当中，呢、這个王就觉得佢冇佢冇接受我嘅赦免，我嘅赦免系包括佢要去赦免人嘅。 因为赦免呢个嘅爱呢、这个嘅心系喺整个嘅悔改呢、这个赦罪嘅恩典当中，所以当我赦免，当主人赦免呢个仆人嘅时候，唔系净系呢一刻佢嘅罪冇咗，佢嘅债冇咗咁简单，而系我赦免你，佢就内含咗嗰一种我能够去得到呢个力量，认同呢种赦免嘅心，所以佢应该会有唔同嘅行为嘅改变，包括佢应该赦免身边嘅人，一阵间会再讲落去。 當然我哋都承認啦，我哋係罪人喺罪嘅世界裏面，啊，有好多嘅難處嘅。羅馬書七章十八十九節我哋都會熟噶啦，聖經裏面咁樣講啊嘛，我都知道住喺我裏面，就係我肉體之中冇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所願意嘅事我唔去做，我所唔願意嘅惡我反去做。呢、这個我哋明白，人生有好多嘅限制同難處 唔係話信咗耶穌接受咗基督嘅赦罪救恩之後，我哋就變成無敵超人，跟住就可以不斷咁樣去將上帝嘅恩典去發放。當然啦，我哋期望係咁，但係世界世上常常就會有落差。我哋都係罪嘅世界裏面，但係我哋唔可以停喺哦，我喺罪嘅世界裏邊，咁我唯有不斷犯罪咯。而係每一次去認罪嘅時候，我哋都要帶住悔改嘅心，儘管可能只係改咗好少，甚至你覺得好似原地踏步喎。不過你只要立志有呢個嘅改變嘅行為。 你都有少少嘅改變，希望我哋繼續努力咧，就會能夠向前。呢個係悔改嘅最核心嘅價值。悔改唔係淨係坐喺度接受咗就完咗，悔改係要成為生命嘅動力，以致能夠向前。呢、這個先係重要。正如呢段經文裏面講嗰個重點，就係喺第三十五節：，你哋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嘅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呢、這個從心裡就係正正呢段經文最核心嘅地方。 最核心嘅地方，你睇清楚呢段嘅圣经，系第二十六節。当个主人同个仆人去讲要讨债嘅时候，个仆人就苦服去拜主人，就话：「主啊，宽容我，将来我必要还清。嗰、那個主人就动咗慈心，将佢释放并且免咗佢嘅债。睇清楚，本来呢个嘅仆人系求主人咩㗎？宽容我，将来我要还清。仆人好清楚佢欠主人嘅债，系真实欠嘅，系咪？ 欠债还钱，天公地真嘅，佢都觉得自己真实欠嘅，而佢期望系啲咩？俾我慢慢还啦，我会还清噶，你信我啦，慢慢还啦，咁样。OK，呢个系仆人本身去求呢个主人噶，喺呢个比喻当中。但系呢个主人嘅回复系咩啊？唔系话好啦，你慢慢还啦，唔系、那个主人就动咗慈心，系免咗佢嘅债，系免去佢嘅债，免去一切嘅债。 所以再一次喺呢度好清晰話俾我哋知，上帝所賜嘅恩典係無價㗎，係冇得換㗎，冇得比較㗎，你接受佢啊，因為無價，冇冇冇冇辦法嘅。呢段經文有好多人好好成日去討論㗎，啊呢一千萬銀子究竟係幾多咧？係幾多日人工咧？咁做好多考究。不過其實唔使太多考究啊，呢段經文係一個比喻嚟㗎嘛。耶穌只係想講一個好誇張嘅例子啫。呢、这個主呢、这個僕人欠主人嘅係一千萬，呢、这個仆人嘅朋友欠佢嘅係十兩。 即係幾多倍啊？即係一百萬倍咯，係咪好簡單嘅？咋，佢只係用一個好誇張嘅比喻話俾你知，上帝會宽恕佢呢、这個主人要宽恕呢個仆人，佢要宽恕人一百萬倍都被宽恕咗啦。點解嗰十兩你都唔宽恕人啊？嗱，上帝唔係唔系唔系期望佢做一啲好獨特或者好唔合理嘅事情啊嘛？我都宽恕你咁多，你一百萬分之一嚟嘅啫，一百萬分之一、啊、你都唔做。 其實講呢樣嘢，所以今天上帝唔係期望我哋話成為超人，跟住咧話好勁咁樣做，好偉好偉大啊，做好多人睇嚟啊道德高尚偉大嘅事，只係用一個好細嘅回應，上帝去饒恕我哋寬恕我哋，我哋只係用百萬千萬分之一咁去效法，應該唔係好難啫，係咪？聖經裏邊咁樣講，當呢條嘅描述講緊呢個仆人要真心去領受去接受。 上帝嘅恩典系一定要包含对恩典嘅认同噶。頂住咪？当你今日坐喺度同我一齐喺呢度经历上帝嘅恩典接受嘅时候，我哋都要去包含到上帝份恩典嘅概念嘅认同，就系、是、要学习成为施恩者。上主愿意赦免系因为爱，我哋接受赦免亦都系接纳咗爱，我哋接受嘅唔系净系赦免，亦都系接纳咗爱，并且认同要用爱去赦免，呢、這个系更加重要。 督教信仰，我哋翻到教会当中去认识，唔系净系坐喺度白白接受嘢。我哋认同嗰个价值观，并且认同基督佢爱，并且因为爱嘅缘故，佢愿意牺牲去赦免。我哋愿唔愿意学习去爱，并且去牺牲去赦免我哋身边嘅人，以至我哋咁样待人呢？回想翻成段嘅故事，一开始新门彼得去问主啊，如若弟兄得罪我嘅时候，我应该点呢？人生难免有时都有啲自以为意嘅时间嘅。 好容易就係睇到人哋嘅過犯，係咪？見到好多弱點啦，見到好多身邊嘅人做得唔完美嘅地方。喺今日我哋生活當中咧，亦都好多爭取自身嘅利益啦，投訴嘅文化啦，啊繼而咧好容易咧好輕易咁去惡意去批評啦。大家即係上網你好明㗎，係咪？咩內容都好，一定有好多人咧，即係未睇內容就去批評㗎啦。咁樣，我哋好快覺得即係佢梗係唔啱啦，佢梗係唔好啦我哋太容易咧去諗呢件嘅問題啊！ 可能当彼得去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可能真实嘅，真系有人得罪咗彼得。又或者更加重要嘅时候、就是，就系彼得常常可能就系睇见人哋得罪我咯。系、哎、咯，佢又唔啱啦，佢又做得唔够好啦。哎呀，我又要投诉啦，我又要闹嘈啦咁样。呢、这个都可能系彼得嚟嘅，或者可能系我哋嚟。但系我哋希望，当我哋下一次如果真系去到上主面前，我哋再问呢个问题，首先我哋希望自省。我想起路家福音当中有一个嘅税吏。 六加福十八章十三節，聖經裏面描述嗰個故事，裏面講嗰個税吏就遠遠咁站着，連舉目望天都唔敢，只係隨空咁講：上帝啊，開恩可憐我呢個罪人。當你諗緊有弟兄得罪你，當你諗緊我點樣去回應嘅時候，可能我哋先要發現，其實我哋係一個罪人，我哋需要上帝嘅開恩憐文，你就會更加明白被寬恕嗰份嘅需要，並且愛。 能夠去赦免罪呢個咁有力量嘅事情，係可以喺你身上發生，因為我哋係先被主赦免嘅人。請低頭同心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去到你面前，承認我哋好多嘅限制。 喺生命当中，我哋亦都有好多得罪你、得罪人嘅地方，甚至好多时候我哋好自然觉得人哋得罪我，佢唔啱，我要投诉，我要反抗。是可能我哋生活喺呢个嘅罪嘅世界当中，有好多呢啲唔如意嘅事会发生，甚至真的可能有人得罪咗我哋，但系主要让我哋知道。 其实我哋得罪你更多，我哋更知道你嘅赦免、你嘅爱系何等嘅大，可能系上百万千万嘅倍。让我哋领受你嘅救恩，被你赦免宽恕嘅同时，让我哋谨记，我哋都要去回应你。而我哋爱身边嘅人，去饶恕身边嘅人，正正就係要回应你最好嘅机会、最好嘅方法，真系教导我哋好好嘅去你面前。 乞求你嘅怜悯宽恕，更求你加力量勇气给我哋，如你学校你嘅榜样去宽恕身边嘅人。多谢主，因为你嘅爱是何等嘅长阔高深，是何等嘅丰富，何等嘅伟大，以至我哋无法测度，无法明了，但是可以深深体会。愿你带领，愿你保守。 让我哋去到你面前，体会你的爱更多，明白咩叫饶恕嘅恩典。多谢主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